谢谢，很感动，这么冷还在那边，手都冻僵了。等等，加油！加油！我们好高兴哦，看到马总统昨天来精神非常的好，然后今天他要回我们的中华民国台湾了，我们在这里恭送他，然后希望他回到台湾以后万事顺利，加油，辛苦。他真的一个一个握哈。